我那时候是盐这个东西。那我刚好提到跟海边很近，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它不是海盐。那你会想说盐有什么盐？海盐、盐盐、湖盐，我们告诉你这三个都不是。往这边去扎扎扎，这些东西是有盐的，那到底是什么？而且听说是在山里。这盐得深入台湾的，尤其是啊有最基础的地方。你说台湾县唯一的临海型生活区，唯一的台湾县最高级的境界，山区有森林火山入口的纪念碑地，它首先就带领我老老实实的在森林的禁足140天。学习好那多次的补习班，更多好康，享有更多高速上网数据，更多从零零捡起的新智能设备选择。就到一像这样子的地方哦，这跟我们平常在开会差不多，这是大一的地方，所以要找一些地方哦，那一定要很奇怪。火药木吗？
他的汗呢是那种比较容易倒地的。好，我们就踩一段。没有果实没有关系，它可以。